约会分子呢，也得耶。哎，那个鱼啷开的哦？可能怕是吃壳不好，天气的问题啊。咸啷开遭搅起了？对，对我钓了没？钓串串儿，那个鱼吃都不吃。你还是只有煮鱼得行，钓鱼不行。快让开，让我来。你来，你都钓了钱嘛，我不行。耶，啷个过去哦？走过来噻，那么高。跳啊！哦。啊！哎呀，快来让开，我来。回去把个中饭弄去。那你来嘛，我就在死你在那儿呀。要是你没吊起啊，我再跟你说呀。钓鱼好紧的嘛，这个真的是菜。这个快看，我厉不厉害？能干。那你中午弄个啥子来犒劳我？我们大个月，干脆我就整个粉蒸鱼嘛。约会粉蒸呐，要得。耶！他来反抗了。鱼在腌制之前，我们要加点盐巴给它清洗一下，可以稍微给重点点。老丈人送的花椒酒，洗干净的小手抓鱼盐，再加清水，把血水洗干净，放到一边控干水分。然后我们来炒一个腌鱼料，往里面来点猪油，色拉油来点。做粉蒸鱼啊，一定要放点猪油，加泡椒、豆瓣酱，慢慢的小炒。炒香，炒出红油，炒出肉爽味儿，再下入姜蒜末，舍不得拿的放刀叉加面儿，调的汁儿直接炒到上面，加鸡精、白糖、胡椒粉儿，再加点姜丝，用洗干净的小勺抓匀。粉蒸鱼的秘诀就是加点水淀粉啊，那鱼肉吃起更嫩。加入我们自己做的蒸肉粉儿，先拿一层抓一次。再放第二层，用来裹的粉儿，它都不容易脱粉儿。下面垫点湿鸡蛋儿啊，你可以垫自己喜欢吃的其他菜。大块的放底下，一块儿放底下，不要摆得太厚啊。上蒸锅，放葱段儿，盖上盖子，上气够，蒸12分钟左右。蒸鱼的时候，我们来调个酸辣汁儿，里面加蒜末，一丢丢盐巴、鸡精、白糖，醋要多来点儿，黄豆酱油、生抽、海椒油。搅匀就可以了，不要放其他的。
弄鱼钓起之后给你就钱没得。哎呀，你不管，给你。有时间正事情开不了玩笑啊。